爸爸说不行。那我放一块钱，可以放两个吗？你看他会拿吗？他会拿两个吗？哦，真的耶！会啊。哇，那按一下。嗯，来拿钱哦，小猫。来拿钱。哇，他没有拿到钱。哇，怎么这样啊？再按一下。三个。再给他按一下。对，小猫来拿钱。嗯，太多了啦。哇，真的拿进去了耶，这样子存了很多的钱耶。我转过来我看一下他是什么名字。哦， Remover。 嗯，你要按一下。哇，太多了吧。你叠成一座山他要怎么拿？哇，太多了。要放少一点它才可以，对，这样才可以拿。哦，哇，它真的拿进去了。